家好。冷是寂寞还是伤心，苦是残忍还是迷惑，如果说偶然的邂逅是你我爱的堕落，冷酷是一种脆弱，在风中呐喊我的寂寞，在雨中细数你的哀愁，那一年我们曾经拥有，如今却又失落。青春流走，不要让爱情沉默，不要一次相见一次错过。在风中呐喊我的寂寞，在雨中细数你的哀愁，那一年我们曾经拥有，如今却又失落。哭，不要让青春流走，不要让爱情沉默，不要一次相见一次。真好，真好。张老师，请坐，请坐。你敢知影伊奈甲你惊咧？伊是你无缘的学生。无缘的学生，安怎讲？其实啊，你人还袂来我家，我就有听人咧讲，你家是三年八万，对不对？假使伊若要提顶啊开除，伊今年读的嘛是三年拼班。早日康复。我不需要你的礼物，你来看我，我就很高兴。小虎，谢谢你。我走了。老师，下去。老师，我明天要去学校。不行，
没有医生的准许啊，病患是不会私自出院的。我已经好了，老师，拜托你去跟大夫说说嘛。你真是傻瓜呀！好好借这个机会休养休养嘛，难得你这么清闲，多享两天福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老师，不行了，我一心挂着家里的妈妈，还有学校的功课，我难过死了。再待下去啊，我要神经病了。那这样好了，你就再住一天。你母亲在家里啊，你不必操心。阿春小姐照顾她，每天的照三餐给她送饭去吃。来来来来来，汤来了，来趁热喝，趁热喝。喝趁热喝。哎呀，我忘了帮你拿汤匙，我去拿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，我知道汤匙放哪里。有了有了，我拿到了，在这儿。来，我扶你坐下来喝汤。哎，谢谢，慢慢谢谢啊。晚上我帮你拿着，哎，放旁边。慢慢的，放在这。谢谢，客气，谢谢。好喝吧？不知道中医在医院里怎么样。其实你放心，你儿子在医院里很好，同学有空的时候都会去陪他，老师也会去照顾他。阿春，你对我母子这么好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哪里的话，我又没有做什么，这都是张老师的功劳，你要谢应该谢谢他。好了，本来就是你的功劳，你还客气什么？累了吧？不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为了我的事情让你跑来跑去，还耽误了做生意。不会啦，讲这样。哎，你的便当盒嘞？哦，不错啊，你今天把便当通通吃光了。我现在很饿，家里有没有东西吃啊？吃饭吧。把便当吃得光光的耶。你找谁啊？张老师，张老师，有人找你啊。过来坐。找我有事吗？你恨丁主任开除你，所以你也恨我插手管这件事情。起先是，后来不是。什么原因让你改变？我听同学说你是个好老师，我不相信，所以刚才才会出手冒犯老师。同学说我运气不好，如果张老师早一年来到我们学校的话，我就不会被开除了。你不甘心被开除？当然，小陈伟比我还坏，犯的错比我更多，为什么他没事我就被开除？听你的口气，你很喜欢到学校念书。学校开除了我，我爸也开除了我，所以你干脆堕落下去。我像《水浒传》里的宋公明，被逼上梁山。你喜欢看小说？我的国文成绩特别好。你今天来找老师的目的是？没有目的。丁主任是公事公办，我希望你不要再恨他。我恨他？我一辈子恨他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
说不定你会因为这次的打击而发愤图强，所以洗血全乳，也许将来你会成为一个更有用、更成功的人。我走了，谢谢老师。吃饭了，还站在那里发什么呆呀？老师，请你救一个人好吗？救人？救谁啊？救这个人。小弟，你要老师救什么人啊？他又不是超人，也不是神仙，他怎么能救人啊？只要老师肯出面，就一定可以救他。生，天之予；死，天之取。如有所予，好坏独受；如欲来去，我即归去。天有好生之德，该珍重此生；天有不测风云，应该接受考验。天如不公，我不怨；天如赐福，我感激。这个艺术家的几句话，深得我心，蛮有老庄的思想境界。不过一个艺术家又活了那么一大把年纪，对人生有这一层参悟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像我这样一个不足20岁的女孩，拿自己的血肉灵魂去真正的历练过，还能潇洒地活，这才不简单呢。忘了是第几次从火坑里逃出来，我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，真实的记录我成长的心情。老师，这是谁写的？如果他肯回学校念书的话，应该是3年丙班的学生。啊，一个学生就可以写文章登在报纸上面啊？哇，写这么多。老师，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，一个住在秀水乡的原住民。啊，高山上的女孩子也有这么好的学问啊。不会抽烟就不要抽嘛，多高兴哥哥，你懂不懂？你告诉我，那个女孩子怎么样？为什么要你去救她？快点嘛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简单的说，她家里面生活困苦，妈妈为了要改善家里的生活，所以就逼着她去赚钱。你一个17、18岁的小女孩能赚多少钱啊？她被卖到台北去了。哦，我懂了，她是雏妓。什么事啊？我可以问你几句话吗？坐。
是不是很喜欢默默？他比你高一般，你们的年龄不配哦。我又不爱他。你不爱他？不是哦。爱，我爱他，我好喜欢他。可是我没有告诉他，他也不认识我。那你什么理由喜欢呢？他美得像一朵花，一朵圣洁的白色的莲花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当过厨妓？我不在乎，他给我感觉是出淤泥而不染。在学校里，我每天会跑到他们教室外面偷偷的看他，只要看他一眼我就好开心哦。可是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，我又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，他又要被卖到台北去了。这个学期开学的时候，我真的看不到他了。这几天连他在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也断了。曾老师，该你咯。早点睡啊。去了，找小弟聊天去了。洗澡睡觉。哦，我不洗了，我要连夜把那个剪贴的文章看完。什么鬼嘛，没事给他看什么烂简报，他在学校忙得要死，回到家都不能好好休息。他说他看到天亮也要把那一大本通通看完，哎，都是你害的啦。那老师有没有说要救他？救个屁啊。老师，老师不要看了，睡觉咯。嗯，车子嘞？梦梦啊，梦梦啊！哎呦，梦梦，还未到煮食啊？我今日食者，再叫阿龙。有啦，我已经食过啊，我食两碗饭呢。哦，哎呦，你大家喏都读册读个遐尼暗，还佫遮尼早就起来，安尼敏感有够？有啦，我睏四五点真久吼，都有够啊啦。你囡仔啦吼，即马长着要大，啊，睏着四五点真久呀，安尼阮哪有够闲啦？阿妈，人生短短，我唔知啥物时阵要死，睏遐尼济哦，无采时间。哎呦，我别讲了，讲啥个啦？恁即马吼，都像去头只块浮山哩，啊，开嘴合嘴就讲要死，我听这句话都无想要死，乱讲个讲啥？我命甲人无同款啊，伊若准来了啊，我随时都有可能会死。
唉，姚英，还是不得。阿妈，爸爸来听了。全部是你写的小说的剪片，这是我们学校比你低一班的一个小学弟收集的。拥有这样的一个忠实的读者，心里应该很高兴。昨天晚上我连夜看到今天清晨四点半，看完之后迫不及待开车到唐文静家门口，一直等到你出来，然后才跟到这里来。你不想听一听你那位小学弟是怎么形容你的？他说你像一朵圣洁的白莲花。胡扯，我是一个雏妓，一个破坏学校名誉的烂女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所以他说你出淤泥而不染。算了，我满身都是伤疤，心也碎得一片一片。你现在说的话一点都不像你小说里面写的。生天之语，死天之曲，如有所与，好坏都受，如欲来取，我即归去。天有好生之德，当珍重此生。天有不测风雨，应接受考验。天如不公，我不怨；天如赐福，我感恩。这是何等豁达的人生观。那是一位艺术家的作品，我只是引述他，借他来勉励我自己。你能有如此成熟随缘的心境，已经够令人敬佩了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要工作了。等一等，我来的目的都还没说呢。那你就赶快说吧。你这位小学弟一再的求我要我救你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救你。没有人能够救得了我的，虽然老师曾经救过我一次，让我能够苟且偷生，在这压寮里活了这么多日子，可我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终有一天他们会把我找去的，如果真的让他们找到了，那就是天欲来去，我即归去。让我为你出一点力，让我来保护你。我宁愿一个人死，也不愿拖累别人。只要你到学校来上学，我就可以保护你。你的学费我可以替你缴。谢谢老师。学校已经开学几天了，最好你能赶快决定。哭哭哭哭，哭哭哭哭。你一大早跑哪里去了？我去找这个女孩子。老师，她在花园吗？嗯。她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我要去看她。她住的地方很隐秘，一曝光就会有生命的危险。等下次有机会，我再带你去看她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赶快吃饭，时间快来不及了。我上去洗把脸。
华，有警察来找你。我学校上课的时间快到了，如果有什么事，麻烦你快点说。张先生是个澎湖人。是。几岁？36。你读过哪所学校？马公中学，师大历史系，中文研究所。你到花莲多久？10天。这段期间你有没有回过澎湖？没有。请问你们调查我什么事？因为半个月前在澎湖发生了一件强奸杀人案，始终找不到凶手。哦，我是在8月20号那天离开澎湖的。20号正好是案发的第二天，案发的时候你人还在澎湖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对不起，因为要做更深入的了解，希望你跟我到警察局去一趟。怎么样，有没有事？没事，一场误会。我们回去，我煮猪脚面线给你吃。不用了，我又没有怎么样。要了要了，要去去煤气。我已经迟到了，我必须赶快到学校去。那没有带便当怎么办？没有关系了，中午随便吃吃就行了。老师，刚刚训导处的丁主任来找过你。哦，谢谢。张老师，早上是不是因为田一茂的事才迟到？哦，不是，我临时有点事情耽搁了。那田一茂的事？哦，我想他大概不会再去找你麻烦了。谢谢，谢谢。When I was quite young.My family had one of the first telephones in our neighborhood. I remember well the polished oak case fastened to the wall on the lower stair landing. Understood? Yes. 下课。宗毅，老师不是规定你明天才准出院吗？你怎么今天就来上课了？我跟医生商量过，医生准我出院的。你就是不听话。老师，你不要生气嘛。不许做剧烈运动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老师。王文静。老师。过来一下。去年你是不是也当班长？是。那你知不知道田一茂是什么原因被开除的？田一茂是被冤枉的，论错，全班2/3的同学要一起被开除，铁钉只是拿他当箭靶，杀一儆百的牺牲者。你说的铁钉，就是训导处的丁主任。嗯，老师，学校对学生惩罚不当，可不可以像法院一样要求上诉，或是误判以后给予受害学生的一种补偿？好像没有这样的例子。学校对学生的赏罚一旦付诸实施之后就挽回不了了。老师，田一茂最可怜了，他被学校开除以后，他父亲气得把他赶出家门，后来他父亲血压上升，得了脑溢血，中风躺在床上。他父亲是做什么的？他们家是开医院的，父亲是医生，哥哥也是医生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你愿意跟我谈一谈你弟弟吗？我弟弟很聪明，很有冲劲，我们本来对他的前途十分看好，没想到我和我父亲在医院里头忙得把他给忽略了，所以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他被学校开除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我很难过，也有很深的歉意，希望他早日浪子回头。那你清不清楚他被学校开除的原因？我不太清楚，我很忙，有好几次想到学校做个深入的了解，可是
医院老是忙得分不开身呢、啊。令尊中风的情形现在怎么样？他已经瘫痪很久了，我看不容易恢复了。那令尊现在对田一茂怎么样？我听说他被学校开除之后，又被他赶出了家门。我刚刚说过，我们家对一茂的前途十分看好，期望很高。他被开除之后，给我父亲的刺激太大了。那你和令尊到现在都还不能原谅他？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他，家父现在也很后悔，不应该说学校不要他，家庭遗弃他。如果说一茂现在想回到家里来，那田心和令尊是接受呢还是拒绝？我当然欢迎他回来，我想家父嘴里骂他气他，只要他肯在家父面前忏悔认错，家父一样会原谅他的。可是我想他是不可能回头的。我觉得田一茂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，年轻人误入歧途往往是一念之间。小子，有件事情想跟你请教。什么事？坐，这边坐。我想了解一下，上学期被开除的田一茂，他是勒令退学还是开除学籍？开除学籍了，公文是这个学期开学才报上去的。还有没有挽救的希望？报教育厅了。当初我也不希望开除他的，学生犯过，校长的颜面也不好嘛。可是丁主任他坚持要杀鸡儆猴，吓阻其他的学生。我是考虑了很久，才签了字。但是始终觉得不妥。就是因为田一茂的事件有前车之鉴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处理高竹强的问题我特别慎重，才召集了学校的老师，征询大家的意见。我不希望让这个丁主任的偏见造成学校行政上的错误。我们学校可不可以发给他二年级修完全年的成绩证明，让他有资格去争取同等学历的资格，然后参加大专联考？他有这种向上参加联考的意思吗？应该有。如果他真有心，那我们站在教育的立场应该给他这个机会，说不定他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，而且会是一个相当杰出的人。谢谢校长。哦，对了，据我所知，他第二学年下半年度的期末考没有参加，最好叫他准备一下功课，安排一个时间通知他来补考，补考及格，我们学校就可以发给他毕业证书了。教官，有人来。教官兄，大事，俺坐下坐。谢谢。哦，你是我台北来的朋友。我是孟家王庆祥。我姓丁，丁文华。有事？我可能是第一摆看过伊啊。哦，伊是咱家高中老师嘛。高中的老师。我收到啊！你敢是高雄盐埕埔乌记的因大？唔是啦，甲乌记我真熟嘛。张老师啊，你敢是迄个九头龙？唔是啦，唔是啦，你们认错人了。愈看愈熟。我伫十五六年前走落去高雄，你甲乌记真照顾我嘛？唔是啦，教官兄，你们认错人了。我今天来是要找田一茂，他在不在？哦，为了庆生来，我加办一挂代志，较歹转来。你要从啥？我要找梦梦啊。找梦梦怎？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
什么代志？啊，就有要紧的代志啊！你歹人哦！你走啊！你紧走啊！阿兄呀！哎呀，快紧进来，进来！阿爸，有什么代志？这歹人进来赶我走！你不走，我不走，不走！走！走不走？啊！你走了？走不走？呀，还不走？啊！我是来救梦梦，不是来抓梦梦。我叫同班同学，不许你叫他出来。林茂，是你呀、啊？你怎么跑这来嘞？台北万华那边派了六七个人来，因为到处找不到你，所以他们找我老大，叫我老大协助他们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你。他们已经来查司小凤了，早晚会查到这里来。因为你和文静最好，我猜你一定在这里，所以赶来跟你通风报信。你要赶快闪。妈，妈，弯弯，你接一下电话。哦，两杯柳橙汁。弯弯，是我啦。朱强，你回去那么久，怎么到现在才打电话给我？害我担心死了。对不起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打电话。你可以直接到这来找我啊。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遇到高卫那些人，我差点就完蛋了。那后来呢？还好我命大，张老师及时救了我。所以你就不敢出来啦？我妈不让我出去了，那就算了。弯弯，弯弯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弯弯，我是竹强的妈妈。弯弯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伯母。竹强并没有告诉我你们的事，但是我并不反对你们两个正当的交往。谢谢伯母，谢谢。你刚才都听到了，妈并不反对你们两个正当的交往。哎，十八岁了，也该算是一个成熟的年龄，也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恋情。但是高中生不准谈恋爱，学校规定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如果你觉得弯弯那么好的话，甚至于可能成为你终身的伴侣，妈支持你。真的。别高兴得那么早，妈支持你，那当然是有条件的了。只要你们两个能遵守妈的要求，妈就先让你们订婚。什么条件，什么要求，我一定答应，我一定遵守。第一，高中没有毕业以前，你们的感情不可以明朗化，学校知道了一定会开除你的。第二，在没有正式订婚跟结婚前，绝不可以有试婚的行为哦。你不要以为妈落伍了，妈也是为了你们两个着想啊。妈了解你的感情，是因为你这次离家，她陪着你，你们在患难中才建立起来的感情，对不对？可是妈觉得你对她的了解并不深入啊。如果将来勉强草率地凑合在一起，当有一天发现到对方无法忍受的缺点，你能保证彼此不说再见吗？试婚的结果，如果不能够永远在一起的话，分开了对你们都是一种伤害。你们怎么去面对将来的婚姻？弯弯怎么去面对她以后的丈夫？对她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就算她的丈夫能够谅解她，可是在弯弯的心里面会留下一份永不抹灭的遗恨。妈希望你这份感情呢，能够延后一年再说。等到你考上了大学，你们正式的交往，到那个时候，你们的感情还是没有变色的话，妈替你们订婚。那万一我没考上大学呢？没有万一，非考上不可。你要担心有万一的话，你们现在感情就宣布结束。妈，
爱情和学业是两回事吗？看起来是两回事，其实就是一回事啊。你爱他，他如果一样爱你的话，他应该鼓励你，给你力量，让你有个美好的前途，他才有幸福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只要能够在一起就是幸福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没有前途，生活落魄潦倒，你没有钱让他过日子，他哪来的幸福？梦幻她不是那种虚荣的女孩子，她不会要求物质上的享受。孩子，你太单纯了。如果你三餐都不能让他温饱，就算他再爱你，好，他饿死了他都不计较。可是你是个男人呢，你能眼看着你的孩子，甚至你的妻子为你吃苦受累吗？喂，红安，志强，你快来救我，你快点来啦！红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是谁啊？就是导演那些人嘛。告诉你来的话，连你一起杀。困难，我要去救他。不准去！我一定要去，我非去不可。你一定要去的话，你就不是妈的儿子。妈，求求你嘛！你告诉妈，莫文遭遇了什么困难？有流氓威胁他了。啊？你要找流氓去打架？你打得过人家吗？还是你要学古代英雄救美，讨他芳心？你也不想想看，学校记了你两个大过，留校查看的人呢，你再惹是生非，学校非开除你不可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。那你就快打电话跟派出所求救啊，一定是他的店被流氓控制住了，不能跟警方联络，你快打电话去求救啊，快呀。如果你敢打110报警的话，我看你飞天店啊也别想再开下去了。啊，别大声了。王文，当我情况就办了，敢比别人家差吗？啊，我再讲，我的家伙啊是有钱有势的人呢。啊，你若要吃，我会使买山珍海味给你吃。啊，你若要住，我会使买别庄给你住。你若要爱车，我也嘛会使买面露给你啊！啊，搁再讲，啊若要爱钱，偌济，做你讲，我随时都应付你。我才不要你的钱呢！安怎？我的钱袂用的，啊？我的钱嘛是同款新台票咧，啊？嘛是会使买钻石、买了黄金、美金啊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嘛！安琪，我有代志，我先走。爹娘要甲带的。方安啦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呢啊！走，走，我不要啦！不要，不要是你说的啊！走。哎，走啊！那刀啊，你来哦，哪个伤着啊？好，你们干什么？没事，没干什么了。哎，王安了，你要听话一点喽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待会叫你哥哥来的时候，看你还敢不敢赖皮。哎，韩姐，走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没事吧？喂，哦，你等一下。弯弯，你的电话。小强，
你问他警察到了没有。如果弯弯没事的话，礼拜天你可以约他出来玩。谢谢妈。记住哦，一定要遵守诺言，除了星期天，平常不可以约他，也不可以见面呢。好。喂，弯弯啊，我妈妈规定我只有星期天可以跟你出去见面。走啊，进去吧。哎，现在几点了？饭菜都凉了。我们已经吃过了，刚刚在路边摊随便吃了一碗面。以后你不回来，可不可以麻烦你打个电话回来？我可以少煮一个人份，免得糟蹋粮食啊。是。姨妈，上去吧。老师。田英茂，好久不见。小弟，干嘛？你怎么认识那个人的？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比我高一班，去年被开除了，现在是灰卡桃恰乌瓦底下的红人呢。那他是太保学生，又是流氓咯。可是他人很好啊。好个屁啦！被学校开除，又当了流氓，有什么好？哎，你把他带来干什么？阿春，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只要不是关于那个家伙的事，都可以商量。真不巧，正好就是他的事。那没得商量。哎，阿春，他真的很可怜，没有地方住，我想让他住在这儿。哈。你要让那个流氓跟你一起住啊？Oh